波士顿市最美 cosplay 艾莎公主雪地展神威，冇乜嘢比冰天雪地更加适合艾莎公主 Elsa 啦。虽然一名艾莎公主冇魔法，但系都充满力量，将一部被困喺积雪里边开唔走嘅警车推出咗积雪。今年37岁嘅律师 Jason Triplett 星期二晚见到落起咗大雪，于是心血来潮着住新买嘅 Elsa 艾莎公主礼服到街上边行下，然后就发生咗异常嘅一幕。一名网友啱啱好见到，就在社交媒体上面上传了这一段视频，而一段视频都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。有人就表示这个是冰天雪地里面最混乱的一幕，以为 Elsa 公主都在事后都大大方方地向镜头行了一个礼。天后卫视记者梁丽娜报道。